本期实验色彩大爆发，白醋遇上小苏打产生二氧化碳气体，洗劫基因气体形成泡沫，泡沫随二氧化碳溢出，形成绚丽多彩的大爆发现象。本实验需要准备托盘、色素、白醋、洗劫精、量杯、滴管、取样勺、小苏打、搅拌棒，往两个量杯各倒入半杯白醋，再往两个量杯分别滴入橙色和蓝色的色素，用滴管向两个量杯滴入4至5滴洗洁精，搅拌充分。快速往量杯里面加入3至4勺小苏打，快看，好多泡沫喷发出来了。